所谓。因为我喜欢一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你干嘛？好甜呀！甜。站那边去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不行不行，回来。那就选一。你们选一吗？好，那就一吧，那就一。哎，那你们是谁？骂呢？对，先从哪个开始？啊，我舍不得对宝宝下手。那你就还是站过来吧。没事，我就站这儿。前辈，你是不是想演我呀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填他而已。我也舍不得。扎心了吧？填他其实不需要站那儿，你在哪儿都可以。好好，那个来吧，我们从那边压轴吧，我们从这边开始。从我吗？对。可是我舍不得演我左边呀。我左边是谁？也是要舔你的左边。我舔。你要舔狐狸。右边也舍不得演。右边是大乔。左边舍不得舔。是大乔吧？是是。好，那就你要不先先舔一下我们大乔好不好？先舔一下，我不谁会忍心，谁会忍心对我们大乔言呢？小乔。大乔，大乔快出来！大乔，大乔，大乔，是的，你没听见他说话？大乔，我说他说谁会对大乔言呢？让他说小乔。哦，没听懂，笨死啦！来，那。我先舔一下好不好？好。那狐狸是不是没人舔他了？有啊，他舔我。他说他舍不得舔你。对，我舔不到，太远了。你可以舔到的。你过去。我。你要注意哦，这个样子慧玲。慧什么？慧玲什么？他谁呀、啊？慧玲可爱。谁呀、啊？不认识。要不狐狸，你过来吧。你过去，你想让人家舔你就过去。哎，过来不是我舔你了吗？不是啊，你在我左边、啊。哦，这个可以哦。这样的话我舔你是吗？我舔你。对对对对对。你要舔你右边的。可以有，这个可以有，来吧。好，就是狐狸。哎。我觉得也不是众所周知，就我一个人这么觉得。我觉得你是在。虚对，甚至中派，甚至三个团。哎呀，可使不得。说吧，听他说完，听他说完。就肤白貌美，大长腿。这个撒谎。这个你第一个不讲的话，我还可以勉强接受。肤白这种东西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没有办法。你知道很过分是昨天群我有一个粉丝说，我以为你那天穿了黑丝袜上场呢。像吗？那看跟谁比了。你别跟我比，跟谁比呢？辣条。李珊珊上来，来来来，李珊珊呢？她很黑的。哎，那个人是谁？倒数第三个是谁？她在屏幕里腿好黑哦，就是你了。黄楚一。不、啊，我跟辣条可以比的。你看看镜头里的你，错觉。哎呀，不行不行。算了，不黑。算，人家好不容易舔一舔你，吹一吹你，你不要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把梗继续。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就像是健达巧克力，健达奇趣蛋里的那般巧克力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甜，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像里面黑巧克力，我像白巧克力。喂，是慧玲吗？我要打110，是叫慧玲啊，徐慧玲，对，没错。因为我刚听着慧玲，我想慧玲是谁啊？然后苏苏说徐慧玲，我就听成慧，开会的慧和树林的林，慧玲，慧玲，那好男生化的一个名字、啊。慧玲，我们山东话叫慧玲，慧玲，乐莹玲，乐莹玲。哇，这个镜头，大家看这个镜头，就非常的感觉跟没有给狐狸打光一样的黑。对啊，为什么不给我打光啊？好歹其实打了的，其实打了。好歹。我站这边看看吧，一样，但一样一样。好，那好，我接受了，舔了，我不想，我还是 那你要演他吗？你要演他吗？我要演他，不是你已经站到这边来了，那我演你吧。嗯，对你我下不了嘴，我去找你吧。
是我太什么？没有，我们都已经排好序了。我想演谁就演谁，不能这样，左边右边。MC 话题就这样，你跑题了。他主要舍不得演他，他想田冰冰，我想被演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好蠢啊！好奇怪啊！好奇怪啊！你知道吗？虽然你跟我讲这些，但是我对你没有兴趣，因为我不喜欢有家室的人。放在以前遇到你之前，我是勉强勉勉强强，他们说有就有吧，但是现在就没有了。是谁？不是不是，我笑是因为徐徐徐文纯啊，老娘。他真的很娘。你恐娘了吗？对，没错。这搜搜看着我笑的眼睛都没了，一不小心被娘到了。这我给你起的名字没错吧？对，狐狸前辈以前给我起了个名字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我最近想走可爱女孩路线。可是你这样没有很可爱。我可以摸一摸吗？可以。哎呀，好。你们两个又把搜搜吓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恐搜了，妈，有蚊子，我很招蚊子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去看 MV， 真的吗？我想干嘛？是你脸上都钻掉了。蚊子，你看，好好看看这闪闪发光的蚊子，好漂亮的蚊子。太尴尬了，要不你先把那个故事讲完。我要移籍。我是菩萨。真的很像。然后哎，我们先不说这个钻的事情，我们先讲文字的事情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去拍 MV 的时候，他们都非常喜欢跟我站在一起，就是因为我很招蚊子。我一条腿上有20个包。朱姐呢？朱姐不在哦，朱姐就说：天哪，你也太招蚊子了吧，那以后我们就一起走吧。我就嗯，不太好吧，所以我以为这个蚊子已经到台上来咬我了，结果不是。然后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喜欢你这个前辈吗？因为我就是蚊子。哦，原来这样子啊。是不是太冷了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我拒绝你的原因不是因为你是不是蚊子，是因为你太娘了，我们不般配。我喜欢猛一点的。搜搜，原来你是这样的。不是朱姐啊。朱姐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好，我觉得我够严了。好，但是我不会死心的。对，那你就继续吧。我严大乔。大乔，不要笑了，眼睛没了。你不笑的时候都没你妹妹笑的时候眼睛大。真的，你看你的脸。你一会儿跟你讲，你一会儿在这儿把他说哭了的话，我跟你说。他现在已经在强颜欢笑了。你看你妹妹，这脸就比你尖许多，长许多。我跟你讲，今天晚上回去，他们俩就打一架，然后到时候就怪你。你知道吗？那天，哎呦，没事儿。那个，你知道那天就是灵芝发了一张小乔的照片，小乔小时候长得非常像芦田爱菜，然后把大乔打马了，然后。不是那天。这个场景，我跟你们还原一下那个场景。我不哭不哭不哭吗？你没哭吧？我害怕我脸红。是这样的，我那天跟小对你妹妹小乔还有灵芝在排练室，然后就在聊天，聊天聊到，然后大乔给我们看他小时候，小乔给我们看他们小时候的照片，就说，哎，这谁啊，好可爱。然后小乔就说是我是我，然后那旁边的是你，你们俩小时候一点都不像。对，然后林芝那时候就想发朋友圈，然后说，哎，小乔就说要不给姐姐打个码吧，是姐姐说的，是妹妹说的。然后小乔跟我讲她小时候是班花，我说那大乔也是班花吧，她说她不是。所以，但是现在长大了，你们长得很像了，开心吗？嗯嗯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哪个意思？是说你也变好看了的意思？你是说，那哎呀，我还是闭嘴吧。
好，那大乔，你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你还填得了他吗？我是为形势所迫呀。你的心里在想什么呀？我的心里在想，我感觉我在说土味情话了。我的心里在想着你呀。你心里累吗？我有点累，因为你在我心里跑了一天了。不是我，但是我看见徐慧玲前面在你心里。骗人！你是个渣女，你刚刚还说喜欢我。你看错了。我看错了，那是狐狸前辈吗？那狐狸前辈怎么在你心里跑呢？不，你应该。没事没事，你不是要舔我吗？你这是在采访他。就是，其实就是前辈他很可爱，因为他昨天竟然像一个嗲妹。你要演嗲了呢？你要演示一下吗？就是昨天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然后前辈他就很那个的来给我问，他说我手机不见了，你表演一下。那个是什么？很那个。就我手机会经常不见，手机怎么不见了？没有，你不是这样，你要更嗲一点。你来，我模仿不出来了。当大家的面，我拉不下脸。不行，我不行，你可以。你就是让我出丑是吧？没有，很可爱。好，我来，你来，来，我给他来一个亮相啊！一二三 ，Action！ 哎呀，不嗲，你不嗲现在。手机呢？没了，真的哪有，你台下比这娘多了，台下不是这样的。你有包袱了，你是不是舍不得给大家看，只想给慧玲一个人？我不是我真的演不出来，在台上。真的吗？走，现在我去把你手机藏起来。那谁来演一下？韩玉来演一下吧。我演什么？演他嗲，我的嗲妹。我对啊，这是你的生日 show time。 是给你的两分半。我实在是这个模仿秀。你们清醒一点。来，宝宝，到你我演你演我了。对对对，韩玉梅前辈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像在撒娇哦。虽然你是我的弟弟，但是你今天但是你今天又老了一岁。姐姐，但是我的年龄还是那个的。哪个的？还是比较年轻。嗯，这个姐姐说话不太利索，不要了。你要这么说，你说虽然我是你的姐姐。 你是不是就要演刻薄的样子？虽然我是你的姐姐，但我的年龄比你小一半。她年龄有比我小一半？你多少岁来着？他哪有比我小一半？那是小多少？你是九零年的，然后他是零零。九零。没有，开玩笑。现在我家是九零年的，我们的第一期都没有九零年的吧？有吗？你们不要说啊！谁说？不要说女孩子的年龄不好。好，到我填，啊，我填不出来了，直接演你吧。你现在就挺严的。好，那下一个是吧？真实的。好，宝宝，快点吧。我不，宝宝。虽然你这样子伤害我，但是我今天不想当你弟弟了，我想做你的哥哥。这个样子就可以把你从你妹妹身边抢走了。你什么表情？开心吗？喂，海乔，满脸写着快乐。好，算了，我没什么想跟你说的。好，那你有什么要舔我的吗？啊，前辈，你就这么结束了吗？你还想我继续演你吗？你还想我继续演你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你就这么演的，哦，你还想听什么？说，就是我以为你会打你一下。不是，就是平时前辈就挺严的啊。真的？然后那些前辈是谁啊？啊，就是比如有些前辈。我说他说的就是我。对呀，就很真实。我对你做了什么？
嗯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很严，就什么都没有做，就很严，是不是？就感觉说话，真的吗？可能快点夸韩月吧，你再说你就完蛋了，下台。哎，我不知道怎么填呢。你到底是填我的还是来演我的？我想演你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你演一个。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演他，因为那你知道怎么填我、啊、难道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那我就演前辈，把呸，填前辈吧。你不用这样子做作，做真实的自己。真实的我填不来。好，那你也很严。就是前辈是我今年见过最最美的寿星。他好冷漠啊，好冷漠。最美的寿星，请问你见过几个寿星？很多个。比如来说出名字来。我也算吧，就是我认识，哎，我在说什么啊，反正就是最好看的寿星。寿星是好笑的词儿吗？不是。好了，我填完了。这就填完了。他比你还冷漠。对呀、啊、就是最好看的。最好看的什么？恭喜恭喜。对不起，问错了，重新来。最好看的人。他还可以不是人，你告诉我不是人的，说出名字来。最好看的前辈。啊？你说什么什么？再说一万遍。到你们生日的时候，我也会这么说的。你不要，我不需要。好虚伪。你可以下去了。不要拍他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好，啊，那到舔那个盐，我不知道怎么盐他，因为我平时跟他讲话就是挺盐的。就还好了，还好了，我觉得还好了。对啊，那吗？对，还好了。就是我刚回来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冰冰你回来，然后说，嗯，对啊。说明说是什么？我对你很甜。还好吧。就你知道吗？就是他在学校嘛，然后没有空参加我们的排练，然后呢，就但是他说他要上的，但是呢参加不了排练，然后呢我就一直就很担心老师不排他的位置，然后我就跟老师说，老师冰冰也要上，冰冰也要上的，他说哦对了，有冰冰，然后昨天晚上给他拍视频了。这个副队长很甜，很尽职。我只是好到看，我觉得我已经对他很甜了，那我去演辣条。辣条啊，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啊？是不是应该舔我吗？不啊，我是舔你，舔右边的。哦，对，你最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？对啊，感觉胖了。没有，我很快乐。好的，我无话可说，我无话可说。就没了吗？嗯，我觉得没有被舔到哎，我觉得你在夸奖我吃的好的感觉。说你胖了还是身材好、啊、对呀、啊，你看你下巴跟脖子都连在一起了，都不照着镜子啊。你好意思说你这个黑鬼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打起来，你这个黑鬼。什么？打起来你这个黑鬼。再说一万遍我就黑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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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听话哦。你这怎么样？不是，他是憨态可掬。什么啊？太可掬，憨态可掬，这是一个褒义词啊。是，就夸你可爱。但是偶像用憨态可掬可就不是了。那用黑鬼呢？啊！出来呀、啊，黑鬼，跑什么？哦，我还有一个黑鬼。你们俩是海尔兄弟吗？我是白的那个。我就想你了，我想让你给我站站。其实这样看李珊珊也没有很黑。我的天哪，你们知道吗？今天她在那换那个双面偶像的衣服的时候，那个双面偶像衣服不是白的吗？她的背有多黑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我照镜子都没见过这么黑的时候。太伟大了，高原镜，我身边有过你才是真的了不起。我们什么时候结束这个 MC 啊？差不多，还有讲够了。好，到辣条，我还舔你啊。嗯，我觉得我自认我是，哎呀，舔你怎么舔你呢？虽然我最近胖了。哦，我要舔你是吧？我刚准备要演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搞错了。舔你啊。
哇，你今天的 night tonight 真的很好看，你腰又很细，韩月摸着怎么样？韩月觉得怎么样？我没摸着，那你摸一摸嘛？摸一摸。我不像你这么变态。我很变态吗？对啊，舔你，我觉得就是啊，你的身材很好，然后两分半又跳得特别棒，真的，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下黄泉的两分半，真的身材超好，跳特别性感的舞蹈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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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念经是表扬。对对对，跳一段，他会给大家呈现一段什么？哎，算了，那个不太好说，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这样吧，我觉得还是先甜再盐吧，不然真的甜不下嘴。我不是甜了吗？不是，我是说，先盐再甜是吧？先甜再盐。啊，就是、对呀、啊，就是搜搜先甜啊，辣条了，辣条再盐。我们可以互相，就我在盐伤害，我在盐你家甜我，就我们可以这种轮回来。以后烤，以后谁烤肉？我烤肉。谁夹？谁喂菜？我喂菜。你喂的菜我觉得不好吃。那我嚼了再看。够甜吗？好可怕、啊！我输了。卡牙吗？好恐怖啊！来来来，该你了，你最想赢的人，高彦静，高彦静回去吧，就差你。哎，我哎，老乡在呢。咋啦？关老乡啥事？不能给我留点山东人的面子吗？嗯，好吧，来吧。你这颗钻咋贴回去了？你怕等会儿蚊子再咬你吗？蚊子咬我，哪有你咬我喜欢呀？你咬我一下，我就把它摘掉。你要我来呀来呀？你要我咬你哪里呀？咬哪里都可以。高彦静真的太……哎，喜欢吗？还可以更喜欢一点。你怎样我都喜欢，演我呀，来呀。好可怕哦。你不是说你要走来上海吗？什么时候出发？你现在来了，我就舍不得走了。哎呀，好甜呐、啊！你输了吧，输了输了。主动就会有故事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有人有生助吗？没有。那么接下来。